顽变的一生，默默期待一份爱。呢一刻我觉得一定是 Mira 的影响，你没有 Mira 根本就不会有得 solo。 Mira 是个 base 的，即是个根基的。咁当你个根基都未打好的时候，就怎样去发展其他的呢？如果真的要出都等多几年先，一来我真的未 prepare 啦，更重要是我不 deserve 这个 solo 的机会。风里笑着，风里唱，感激天意碰着你。看完他第一 round 表演拉丁舞，我已经觉得这个男仔劲 charm。 咁签完他翻嚟，他的确有很多缺点嘅。有咩缺点啊？隐形是一个很大的缺点啦，当然。咁我就有诶，点解佢成日都唔出声？诶，永远就系坐埋一边。跟住有嘢表演，佢又唔系最落力嗰个。明明俾晒位，你叫中间跳舞，佢就得咗得噶啦。我唔使一定俾我 solo 噶啦，你俾我企喺侧边就得噶啦。咁佢系咁样。哇，点啊？你可唔可以有啲上进心啊？佢就同我讲呢样嘢啦。我今年先19、20岁，我啲哥哥即系 Mira 嘅成员，佢哋27、8、9岁，佢系咪需要机会多过我啊？等我过几年你先俾机会，我都唔迟啊！我话阿仔唔系咁样噶，你如果你几年后 Mira 唔红，咁你就冇机会表现自己噶，你冇得等噶嘛，你唔点解唔可以一齐有机会咧？咁你咪好猛震嗰啲嘢啊！调教 Tiger 嘅呢一个欲望，咁你会系啲乜嘢？我好希望佢成为一个 aggressive 啲嘅人。嗯。各位今天是一個非常之幸運的機會嚟嘅，除了有嘢食之外咧，我哋仲會得到一個非常為大家度身訂造而設的一個唱歌堂。哇！其實今次呢個 trip 咧 ，Be a Better Mirror 啊嘛，頭先喺鏡頭後邊我都問過，有邊個對自己唱歌好冇乜信心？咁有啲人舉咗手啦。咁但係我覺得就算有信心都好咧，今次 Danny 老師俾我哋嗰一個堂咧，係將會令到大家可能大家都未做過嘅以前，因為 Danny 老師係一個專業嘅和音，80、90年代啦，咁做好多巨星嘅和音啦，例如梅艷芳啦、羅文啦，甚至今日是忌神的張國榮。我不說太多了，很多東西我交回的時間給 Danny 老師。好，多謝祖耀，咁啊多謝曬 Mira 嚟到呢度嚇，咁但係因為我真係唔了解大家嘅聲啊，咁所以咧今日呢一節咧，我哋先會安排一啲好似試音咁嘅東西，大家唔使緊張啊，千祈唔好緊張。你幾多歲啊？今年？生咗日就22，生咗日22，哥哥走咗18年啦喎，今日，其實唔係你嘅 generation 嘅嘢嚟嘅喎，因為我屋企人都係有，但我由細到大都係聽我屋企人播，嗰啲歌，所以就聽到大。其實我幻想嘅啫，佢哋我諗任何團隊都會啦，即係每個人都想表現多啲自己，然之後想爭一個 centre 嘅位，唔係話淨係影相企 centre 咁簡單嗰啲 centre 啦，即係想喺一個作品裏面有自己獨特嘅表現啦。咁想佢哋學和音嘅原因就係你每一刻都係每一個人都係咁重要嘅，做一個 main 或者一個 support 嘅角色，其實大家一樣咁重要嘅。無懼長夜空虛，風中繼續吹。我最大的感覺就是緊張，我很緊張，我不知道為什麼，但是 suppose 不會緊張的嘛，紅館都上過啦，即是做嘉賓都上過紅館， suppose 不應該緊張，但就不知道為什麼很緊張，因為很少我在11個兄弟面前這樣去唱歌，還有人家對你有的期望，即是經歷了這麼多天你要有進步，自己對自己都會有個期望，我要有進步，還有阿祖在這裡， Danny 老師在這裡，咁你更加會有個壓力喺度。你覺得唱一隻咁經典嘅歌咧，你都話曬而家都有人睇噶嘛？咪電視嗰度係咪？其實有冇壓力㗎？老實講，有壓力㗎。其實去到唱歌就有壓力㗎啦。你做啲咩冇壓力咧？篤波、飲酒咯，跳舞都有壓力㗎。其實坦白講，咁你喺 Mirror 裏邊唱歌有壓力，跳舞有壓力，咁你真係負責篤波㗎啦喎咁。都要跳嘅咁，但係有壓力都未上唔係一件好事嚟嘅。但我覺得你俾多啲信心自己啦。其實你真係唔使咁有壓力嘅。好，我唱得好好啊頭先。幾好啊 ！Thank you。Thank you。嗰日好深刻嘅係 Tiger 啦。其實佢唱嘅時候好明顯 feel 到佢唔夠信心同埋緊張嘅。啊，點解會緊張嘅咧？佢哋係歌手嚟㗎，佢哋應該好習慣㗎啦呢件事。只係對住一個老師啫，同埋我啫，
同埋幾支 cam 啫，佢哋唔係慣嘅啦咩？點解會咁緊張嘅咧？真係冇試過坐低認真聽你唱半首歌俾我聽啊！大家各自傾過，個結論係全部人都有進步，真係覺得全部人都有進步。皮皮啊 ，Elton 啊，呢啲係即係一路都係比較唱歌係唔得啦，即係我哋幾個都係噶啦。聽完唱係真係比幾個月前、一年前嗰個皮皮、嗰個 Elton 嗰個 Tiger 係真係進步咗。咁可能你哋未聽得出啦，咁但係我哋自己相處咗咁耐，我哋知道係真係進步咗。Even 係阿 J 啊、姜圖啊、E 人 AK 嗰啲，不嬲都係唱開歌嘅，嗰啲都有進步，好 positive 嘅。琴日嗰個氣氛。想問一下咧，其實你哋即係有啲人有單飛嘅機會啦。其實你哋係咪每一個人都係好渴望有單飛嘅機會噶？其實我係想嘅，但係唔係一個短期嘅目標咯。對我嚟講，點解咧？短期的目標對是即是一個可能三年不算不算短期三年第一年算是短期一年是算短期我覺得即是可能三年是一個合理的時間去實現呢件事咯即其實想咁是一個機會嚟噶嘛對我嚟講咁我覺得咁機會人都想要噶啦咁我又中其實我中意噶嘛但我做不好啫但我中意噶嘛咁樣你做不好咩？未做得好咯點為之好咧？在團隊入邊，邊個你覺得好？去邊乜嘢好？你夠唔夠膽講？單飛唱歌啊，我咁講啦。咁E人阿張、姜圖嗰啲唱歌其實係，即係起碼係咁樣嘅 level， 我就覺得單飛都可以。就為之好啊！喺你心目中，係可以單飛出歌。頭先有冇人覺得自己唱得唔好啊？如果覺得啊，唔好出街啊，求下你頭先。可以出街嘅，街嘅，我已經習慣咗生活喺呢一個節奏街。OK。有冇人係唔想自己頭先個表演出街，又或者想唱多次？風度啲，有冇？有冇？真係可以啊！講真㗎，調教 Tiger 嘅呢一個慾望，咁你會係啲乜嘢？我好希望佢成為一個 aggressive 啲嘅人。唱多次咯，得唔得？得，唱多次啊！好啊，好啊，我中意你呢一個主動。幻變的一生，默默期待一份愛。踏过多少弯，段段情路也失望。我不甘心说别离，仍旧渴望爱的传奇，不舍不弃。无惧长夜空虚风中，继续追。Sorry， 停一停。如果你想唱好啲，我哋录多次啊嘛。咁我觉得你要再唱好啲咯。如果是要唱好啲的话，我觉得你而家冇对象咯。你可以唱俾你自己聽，你可以唱俾我哋聽，你可以淨係唱俾個 cam 聽，但我聽唔到個對象咯。咁你揀一個對象嚟唱咯，就唱好俾嗰個對象聽咯。咁就唱好佢。我唱俾我媽媽聽可以，可以。幻變的一生，默默期待一份愛。踏過多少彎，段段情路也失望。我不甘心说别离，仍旧渴望爱的传奇，不舍不弃，无惧长夜空虚风中继续追。风里笑着，风里唱，感激天意碰着你，纵是苦涩。此爱爱未老，愿意今生约定，他生再拥抱。好 ，Thank you。A K 同我講嘅，佢話阿祖叫你諗，你唱俾邊個聽啊？你話唱俾阿媽聽之後 ，A K 話你第一句都已經有分別啦。你哋問有邊個覺得自己唱得唔好，可以唔出街？咁我覺得唔出街唔係一個好嘅選擇。反正都要出街，咁我覺得我自己其實係可以唱得好啲噶嘛。9號我哋下一次見 Danny 老師嘅時候，
我哋就會正正式式咁樣學呢個唱和音嘅嘢啦。Final Mission 咧，我哋一齊創作呢件事咧，如果用得到咧，我哋都會用呢只歌嘅。咁我會係一件幾觸動我哋心靈嘅事嚟嘅。咁樣嗰日好深刻嘅係 Tiger 啦，其實佢唱嘅時候好明顯 feel 到佢唔夠信心同埋緊張嘅。咁啊 ，Tiger 係舉手唱多次嘅，佢話會唱俾佢媽媽聽。即刻唔同喎，所以我覺得 Tiger 嘅悟性好高嘅，佢 get 到，我覺得佢好聰明，同埋佢好敏感，所以我由嗰一刻開始，我就會覺得有啲自責，甚至乎有少少覺得有一種怯意啊，心裏邊啊，點解我以前留意唔到呢個細路仔嘅咧？佢好有才華喎。今次係咪算係你哋第一次真係十二個人一齊生活啊？係啊，之前 Mira 哥都分咗六，即係分咗兩組。Mira 哥之前都唔齊人㗎，之前 Mira 哥。你開始放低戒心啦，即係真係嚟生活㗎，我哋。你哋作為一個團隊咧，其實你哋太少一齊生活咯。嗰啲默契，其實你冇得逼出嚟噶嘛。如果真係有一個機會，你有十二個人一齊住嘅機會，你想唔想試啊？會想嘅，我覺得。有人唔想喎，機唔想。因為我屋企啲貓真係年紀大，我唔係好想喺呢個時候。唔喺屋企，咁又唔使諗到咁現實住嘅，即係純粹想唔想同呢班人住啫。哦，如果咁嘅，你撇開曬嗰啲係 OK 嘅，因為我哋十二個去你屋企咯。呢個係真心唔想，唔好煩到我阿媽啦，好唔好？食飯嗰陣時，我其實覺得有少少中見到佢哋嘅生活係點啦。台慶嗰個 job 佢哋趕唔切 fitting， 專登有一啲服裝 stylist 入嚟梅窩呢一度同佢哋 fitting， 食下飯就要兩個咁樣翻房去 fitting。咁啊感受到佢哋啊，其實佢哋嘅生活哇，佢哋都幾忙噶喎，都真係幾大壓力噶喎。經理人真係會揸乾揸正佢哋嘅時間，或者唔想嘅。但是實際上面就是沒有時間，而那些事是一定要做的，所以就會犧牲了他們私人的時間、休息的時間。看到原來都不容易，他們的生活